上面也有，你们可以在检视与参照里面有个成语的查询，里面的话呢就会有我们那个上个礼拜的资料了。资料部分的话，其实我是把它放这边，成语有一个，或者在范例档里面其实也有一个 Excel 的档案。那这个档案里面的话，当然包含就是说成语例句解释。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说，在成语的这个成语的名称啊，四个字里面到底哪一些有关于数字一的数字一到十，到底哪一个是最多的？好，那当然以前的话，你要统计的话，你变成说你要怎么统计？好，所以啊，有关于资料查询这一件事情的话，怎么样做最快了？当然方法很多，当然一定不要做一个比较这个没那么聪明的做法，比如说你这边。那我这边资料搜罗的就是1185个那个成语了哈 ，OK 这么多，那应该理论上应该是按照那个这个排序的顺序，应该是按照那个笔画排序，所以应该笔画少的在上面，笔画多的在下面 ，Ctrl 向下哈。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哈成语里面到底有哪一些跟数字有关的哦，那希望快速的把它做一个统计。分析的话，比如说一到底有几个？一要有几个的话，当然，理论上比如说你要查资料，因为未来你一定会遇到很多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大量资料里面找到你想要的资料，其实就所谓的，你可以说是寻找吧，你也可以说筛选，那工作无论任何工作都一样了哈，当然不同类型的工作可能找的类资料类型是不同的。但是一样的就是有会有找资料的这种需求 ，OK， 那你要怎么快速的可以把它找出来哦？那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主要第一个啦，当然最笨的方法，其实在 Excel 里面有哪些是可以寻找功能哦？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啦。其实要找资料，其实最笨的就用眼睛看嘛，用眼睛看，一个一个慢慢数嘛 ，OK 哈。那以前啦，我是说以前的传统时代哦，就是说可能就纸本时代没有电脑的时代。你可能就要有纸本，那纸本的话，你可能用人工在那边算1、2、3、4、5、6、7、8、9、10，慢慢把它算出。以前人就这样算没有电脑的时代只能这样做。OK， 但是呢，有电脑之后是不是比较好呢？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些老一辈的他可能会用电脑，但电脑实际上是跟纸本也没什么两样，他还是在上面自己慢慢算。OK 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其实也没快多少，而且反而更伤眼睛，因为，荧幕的话是一个发光体，所以你看久了，其实对眼睛更不好。反而你用纸本，反而眼睛比较没那么伤害。OK， 那当然更聪明一点的话啦，也许你就用寻找，有没有在那个常用这个功能里面有个寻找，寻找与取代嘛。那寻找当然它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Ctrl+F， 或者你按 Ctrl+F 啦，其实也是寻找，这边有一个寻找。那寻找的话呢，比如说你要寻找一这个数字好了，那当然你就可以什么，按下寻找，它会一个一个跳，比如跳第一个，跳第二个，跳第三个，以此类推。哦，但问题哈，它好像还会跳到别的栏位，所以你还可以选项还可以让它寻列还是寻栏。比如说我要寻栏的话，就是这一栏找完再找下一栏，那我这个也可以寻栏下一个，有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当然你如果傻傻这样算的话，要算很久啊。还有全部寻找了，他会列一个清单给你。OK， 好像似乎好一点。不过问题哦，他这边的话呢，他会列出在哪个位置，可是问题他也只是告诉你说在哪边。不过好像也已经算蛮好的了。OK， 但如果说你要只找 A 栏的地方的话，那你可以把 A 栏的部分把它稍微统计一下。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啦，只是说这个方式好像似乎也没有太聪明。另外的话呢，如果有关寻找部分其实还有另外就是第二个如果假设了以后你们要找资料的话，那你可以用寻找与取代，OK， 常用里面。那第二个方式啦就是如果我先要寻找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在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OK， 好。所以以后的话了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也蛮常用到，所以以后如果假设啦，你们家有人问你说 Excel 你不是有在学吗？那有没有这个功能你就大概可以跟他讲一下，基本上就是寻找就是刚刚讲的第二个的话筛选。那其实筛选其实顾名思义啦，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它就是一个形状叫漏，一个漏斗的形状。
那意思说你只要给一个类似关键字吧，或者是给一个，你要找的一个词，它会帮你把它找到。OK， 那而且你会发现哦，你按筛选之后，它有哪些的变化？第一个的话哦，因为我游标放 A1。啊，记得啦哈，如果将来你筛选的时候，游标尽量放在第一列上面，你放 A1、放 B1、放 C1 都可以。但是你如果放 A2， 好像它会有一些，它以前的话有一些状况是它会把那个这个箭头放在 A2 的位置，那现在好像这新的版本有改善了哈。OK， 所以理论上一般习惯是放 A1， 然后按筛选。好，那筛选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箭头它其实就比尔洞天啦，有没有？如果你要找资料的话，基本上它会告诉你说，哦，这个箭头按点击的话呢，有哪一些功能？当然你会发现啊，它还帮你分区块，第一个区块的话是排序，所以啊，其实筛选里面它还给你排序功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文筛选，这边会出现文字筛选，这有个箭头啦，其实关键的地方就躲在这里，哦，那我如果要找这个相关的关键字的话，其实就从这边去找，比如说它当然会显示出，你要找的文字是什么样的类型，它有很多种形式让你去找。那其中的话呢，有所谓等于跟不等于，那跟各位讲，等于跟不等于还有包含跟不包含，其实最大的差别是等于的话一定要四个字一模一样，也就如果你要找等于的话，一定是四个字，否则他一定找不到。OK 哈，那包含的话就不一样，包含就有点像我们那个输入关键字一样，只要你这个成语里面有包含哪一个字出现的话，它就会显示出来。所以，理论上如果你要查，比如说查一好了，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点这边一下，然后找到那个什么包含，然后你只要输入数字一好了，比如说我想知道一到底有哪些成语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输入之后按确定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它就写，因为一刚好放在最上，我们换一个好了，我不要换其他的，比如说我不要找一，我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练习的是哪个比较多，三好了，三其实蛮多的，比如说找三好了。 OK， 好，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呢，它会出现三的成语就出来了。那其实它主要就是说把不相干的没有这个关键字的，通通都帮你隐藏起来，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啦，它在旁边的这个列号，本来是黑色变蓝色的，然后其他资料呢不是不见，它是躲起来，所以其实你只要往下拉，这其实它是隐藏的，所以你往下拉，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躲还是有，只是说呢它是帮你隐藏在里面，最后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就把筛选再按一下，这个有点像一个按钮，按下去是有，再点一下就是没有，有没有再恢复了 ？OK， 那当然你就可以怎么样再去筛选。不过，这个筛选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我觉得，就是说呢，你查完之后，你如果要把这些资料留下来，你因为你在按筛选，它就不见了。如果你要再把这个资料留下来的话，那变成说你必须要自己手动把这个范围的资料，选起来之后，一般是游标放 A1,Ctrl-Shift 向右向下，然后 Ctrl-C， 你可能要另外再怎么样把资料呢抠到另外一个工作表，比如说再加一个，工作表新增一个工作表，然后把它输入叫3，然后把它贴上，这样的话呢它才会把资料帮你搬移过来。那宽度最后再自己把它调一下，这三栏点两下，它自动调栏宽一下，OK， 你可以再把它放一个位置，那当然问题是，上礼拜好像 有提到，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变成说，你就要一个一个通通把它这个统计出来，但它最大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笔数呢它没办法去帮你计算，所以呢如果假如啦，查资料，除了 find 除了寻找之外，还有就是用筛选，然后再来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当然了，如果我要统计，只是单只是统计它的数量的话，所以刚刚有两个方法可以统计的，当然最后你可以再去算一下到底多少个资料，可是毕竟呢如果这个统计的方式还是很复杂的话，那最后其实，我们用了另外，比如我想要知道到底有多少数量的话，
最后我们是用了，我是这边是把上礼拜啊，把它利用一个函数啊，叫康以弗啦哈，然后利用康以弗把这个结果给这个统计出来，然后并且绘制出图表出来，啊，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部分。那今天的话，我在想说哈，再来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康以弗啊，它的好处是可以帮你算数量，所以它的这个函数啊，前面是康是算数量，以弗是条件嘛哈，然后在某一个资料里面找这个条件，虽然说已经帮你列出那个数量，但是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哈，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说那个资料在哪里，所以哦，如果想要这个把资料再呈现出来的话，那又必须要跟什么跟那个筛选做结合，所以啦哈，今天的话也许啊，我们再延伸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假设哈，我希望给一个清单哈，比如说我今天给一个关键字，那我希望它可以按照我这个关键字之后帮我把那个资料给呈现出来的话，那这个地方又要该怎么做哈？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呢，请各位就是再把它打开，然后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有关查询吧哈。那上个礼拜是这样，就是把它先统计出来，然后再画个图表 ，OK 哈。那我是在想说哈，那个期末如果不考试的话了，可能就是请各位哈想想看，怎么样把一些这些技术哈结合，然后背后的话也许用的资料了哈。当然，因为我们是在文学院，所以可能尽量之前上个学期的资料比较偏在一般性的资料，像比如说开放资料。那我在想说，下学期是不是说哈这个资料部分的话，请各位哈找一下有关可能是人文的相关资料、文史相关资料的应用啊，我觉得会比较贴近各位所学的。哦，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那我这边是举一个例子是成语啦，当然你也可以找其他的资料，甚至是诗词啦，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可能比较短篇的一些有结构性的一些资料吧，文章之类的。然后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资料里面找到你想要找的相关的，这个关键字的数量，哦，那这个地方该怎么统计，哦？那你说，那这统计结果有什么意义吗？因为一般其实还是需要，因为人文东西毕竟没办法太量化。可是问题啊，量其实也是一个，你在做这个分析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啊。啊，比如说某一部经典里面出现的人最多啊，其实相对的，那当然是也是作者最重视的，啊，不然他干嘛一直重复出现那个人的名字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统计的一个方式了，所以请各位呢，也许把上个礼拜这个部分先打开一下，那待会我们再接着去来看哦。那刚刚讲的相关的讯息哦，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OK 哈。那我好像上个礼拜也请各位就是自己在针对其他的部分做统计啊，比如说也许你可以再换一下，除了那个一到十哦。那你可以再统计一下啦，比如说像什么春夏秋冬啦，然后东西南北啦，或五行金木水火，或阴阳五行之类的，反正这些数量到底哪一些在这个成语里面出现的数量是最多的，哦，那数量最多的话啦，其实我觉得哈，或多或少也反映出作者哈相对比较重视啦，当然不是绝对的，可是有个相对关系，哦，就像说你去统计那个哈。儒家经典跟道家经典，哦，里面的用词关键你会发现哇截然不同，重视的点也不太一样，啊，比如论语里面很重视像仁义这种关键字，可是你在道家里面找仁义啊，你会发现好像有相反的趋势，哦，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哦，也许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范例先打开，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部分，哦。